清晨的拉市海湿地，芦苇随风摇曳，水鸟翩翩起舞。每年冬季，拉市海开阔的水域就成为数万只越冬候鸟的乐园。这个季节也是梁中军最繁忙的时候。作为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巡护员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一天两次的日常巡护工作都要按时进行。只要是有没有异常情况，日常巡护我们只要这样，只要是管理候鸟嘛，哦，还有一些是在边上有没有老结，基本上都是还要捡老捡老结呢，我们是。嗨，两位门员，这里是保护区的海西区，不要下来了，不进去赶紧要上去，惊走候鸟了，这里是海西区啊，不能人为活动，谢谢配合一下。今年55岁的老梁从事巡护工作已经有20多年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在成为保护区看鸟护鱼的巡护员之前，他也是一名靠海吃海的打鱼人。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由于过度捕捞，拉市海里的鱼类和划船骑马等旅游活动无序开发，拉市海的生态环境曾遭受过严重破坏。为保护高原湿地鸟类及其赖以生存的湿地生态系统，1998年，丽江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。就在那时，老梁也应邀成为一名保护区的巡护员。2018年是拉市海依托自然资源发展旅游经济的一个重要分水岭。打鱼村片区的旅游经营活动被叫停，并将处于核心区的34户人家搬迁至新建的安置点。老梁也告别了世代居住的老宅。你看，这一片都是我们以前的34户的宅基地。你看，这些现在就变成了保护区的湿地了。以前这里都是我们的宅基地，这里就是我的码头打鱼了。